去哪儿啊？找人帮忙。你疯了，要炸死一片吗？就凭我们俩怎么拆了他？不行不行，会连累你们的。少废话，还有55分钟。够用。这破玩意儿计时器都不知道准不准。听我的，千万不能回带机库，叫他们带上破拆工具，找个山头，拆不了就地把我埋了。放屁！你怎么相信我？别怕，怕，我现在都怕过劲了，大不了把我手剁了，就是手剁了，以后弹不了吉他了。一群畜生，连孩子们都不放过。这是计时的，连个取消按钮都没有，怎么暂停啊？这炸弹要剪线。剪线？你看这么多线，谁知道剪哪条？剪错了大家都没命，还不如把我手剁了。你怎么？我现在命令你不许说这些丧心的话，能把它装上就能把它拆了。停那儿干嘛呀？会连不？不行，孩子们都在那儿呢。把孩子们都疏散，启动应急方案，不会带机库了，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